出来吧。这在我们犯罪心理学上来说，叫心理扭曲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我哥？我哥虽然平时凶了一点，但是他做什么都是为我好，我知道的。哎，咖啡豆。出来吧。周宇哥，好久不见。哥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我们在办案。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官当的这么大了，自己的私章都能用来追击逃犯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有一个南非的朋友，他得了绝症，他就想在临死之前喝一杯他们家乡的咖啡。可我找了整个花城，就只有你们这儿有。我就是想找你们借一点。何小姐可真是心地善良，为了满足朋友的心愿，都不惜伪造警方的文件。周宇哥，你也心地善良，应该不会告发我吧？你太客气了，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我看何小姐这么需要这个咖啡豆，那我再叫库房调一些送给你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开口。谢谢周宇哥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不送。走走。哥。现在知道吓死了。我说了，不是我一个人怕我哥吧？他那是威严，你还说他心理扭曲，也就是他人好心善了。你编那么瞎的故事，他都没拆穿你，还送你袋咖啡豆。你这个护哥狂魔，他说两句好话，你就忘了他是怎么逼你上班，逼咱俩结婚的？行行，你赶紧回去应付你哥吧。